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，我是主持人墨金。自从防疫降级以后，大家都可以去电影院了。相信接下来几部漫威大作，你们肯定非常期待吧？漫威的电影好看，但是游戏也不赖哦。今天要介绍的这款由漫威漫画改编的游戏，玩家们将化身为星际义工队的主角星爵，率领着他的队友们，在嘴炮欢乐的氛围当中，展开一段惊奇的星际冒险。哇！幽默帅气的星爵真的是好迷人啊！由 EIDOS 蒙特楼团队与 Marvel 合作开发，以漫威作品《星际义工队》为背景的全新宇宙冒险游戏《漫威星际义工队》，打从公布游戏内容后，就一直受到漫威迷的期待。毕竟能扮演星爵，跟他的队友共同作战，怎么想都是非常棒的感觉啊！而在近期官方释出的最新影片中，首次呈现了游戏一开端，特工队为了弄钱，到了怪物收藏家赫尔本德女士的星球，准备坑蒙拐骗的剧情动画。赫尔本德女士是以力量强大闻名的战士，同时她麾下的猛鬼大军更是一支凶猛残忍的队伍。这一次星爵能够靠着他迷人的魅力与聪明机智，率领队员达成任务全身而退吗？这就有待玩家到时候进入游戏中好好挖掘真相了。漫威星际义工队预计10月26日全平台同步发行，想要跟星爵这个大帅哥一起遨游宇宙吗？到时候千万不要错过喽！